Hello，Hello， 伊莲在巴黎，我们现在在巴黎世家的秀后见到了超越。Hello，Eve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超越。光时刻在变啊，因为这个背景，这个大屏幕。那其实走进来之后，包括秀开始走以后，看到这个大屏幕上的这个画面，你有没有什么感受？喜欢吗？就感觉很酷啊，因为它会搭配着每个衣服的风格会变，然后以及那个秀上的音乐非常的洗脑。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这个画面，还有很多这个巴黎街头的一些景观，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模特走出来的服装哈更日常化了啊。那说到服装，有哪一套 look 你觉得特别喜欢？哪一套？就是我记得有一套它有一个蕾丝手套，就一开始就是看各种细节的时候，看到那个手就说，还蛮性感很的一个搭配的一个小单品啊。是，而且其实整个秀还有很多套 look 是会让我们有点意想不到。手机拿着手机，然后做着一个很亮色的那个美甲啊，感觉啊是很酷哈。有这种牛仔裤，好像像上衣一样，就是倒挂在这里。对，会有很多解构的。还有那个连衣裙，是的，胳膊走后面出来的，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那种感觉。对，会给人很多的惊喜哈。那说到超越今天这套造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套造型就是一套纯黑的长的连衣裙，然后上面有很多摆。不是常规我们想象中的连衣裙的那个样子，但是很酷，很飒，很酷很飒，就很巴黎世家啊。对对对啊。那最后一个问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会有哪些即将跟我们见面的作品或者工作计划。未来就是有准备一些想拍一些大家喜欢看的作品。好，那就期待超越后续带给我们的作品哈。对，好，谢谢超越。好，谢谢。